胖胖虎，贝贝跟，好烫，好痒，好晕，我们该怎么办？好烫，好痛，我的手呀，红麻麻的。哎呀，你的手已经被烫伤了，快用冷水好好地冲洗。好痒，好痛，我的手呀，又红又痛。哎呀，你被蜜蜂叮到了，快把刺拔出来，再好好洗一洗。好热，好热，晕了，晕啊晕，我的头晕晕，全身无力。哎呀，你被晒得太久中暑了，快到树荫下面好好地休息。好痒，痒啊痒，好痛，痛啊痛，眼睛不舒服，不舒服，看不清楚，不清楚。哎呀，奇怪的东西进到眼睛里，不要揉，快用水好好地洗一洗。安全的常识要记好，不舒服一定要看医生。打勾勾哦。这里是鲨鱼宝宝医院，如果你生病了，我们会让你恢复健康哦。吓到我了，我看到好多朋友的骨头都断了，我们立刻开始治疗吧。第一位病人，长颈鹿，请进。你哪里受伤了？请告诉我。我打架的时候弄伤了脖子。我的脖子！看起来你的脖子真的受伤了。痛啊痛！我举不起脖子了。不要勉强抬起来，我来快速检查一下。朋友们，准备好和我一起治疗病人了吗？好痛。我觉得你的骨头受伤了，我们来照个 X 光吧。好的，一起数到三，一、二、三。哎呀，脖子的骨头断了，都乱了。让我们把脖子的骨头接回去吧。仔细检查大小和颜色，把它们接回去。耶！真棒！上错了。哎呦，我的脖子。哎呀，对不起。专心点，专心点，先放大的那块。好的，然后是最后一块骨头。哇哈，脖子骨头接好了，你做的太棒了。现在来帮你的脖子包扎，让它能够愈合。哪种图案比较好呢？好吧，一条彩虹色的绷带。哦，治疗完成，彩虹绷带，好酷的长颈鹿啊！哦，长颈鹿，嘟噜噜嘟噜大脖子，嘟噜噜嘟噜恢复啦，嘟噜噜嘟噜治疗完成。我真的很喜欢这条彩虹绷带，谢谢你。我很高兴你喜欢长颈鹿。哎呦！你哪里受伤了？请告诉我。我飞不起来，翅膀好痛。
哦，我的翅膀！你翅膀的骨头可能受伤了。我的翅膀在颤抖，真的好痛。哦，医生，我还能再飞起来吗？别担心，我会帮助你再次飞翔的。我需要照一张 X 光片来检查你的骨头是否断了。一、二、三。哎呀，你翅膀的骨头已经用坏了，我想你可能需要动手术。手术后我还能飞吗？当然，我会帮你修好的。我要先让你睡着，这样动手术的时候就不会痛了。首先，我们要剃掉羽毛，这样我才能看清楚骨头。好了，朋友们，一起找找要放在翅膀这里的骨头。这个，进不去呢。试试更小一点的。这个太小了。哇，是跳蛇！哇哈，就是它了。接下来，我们再把它缝起来，从上到下连接相同的数字。伤口缝合完成，最后让我们把羽毛放进去，这样伤口就看不出来了。完美，肩膀手术成功了。的翅膀，嘟噜噜嘟噜在飞翔，嘟噜噜嘟噜手术完成。哇，我可以继续飞了！非常感谢大家。每天都要健健康康的哟。你哪里受伤了？请告诉我。我在大理石撞到了石头。看起来是你的腿断了。摇晃摇晃，我的腿在发抖。我这只暴龙在大理石摔倒了，好丢脸啊。哦，没事的，每个人都会犯错的，不要担心。我会快速帮你治疗。我要照一张 X 光片了。好的，准备了。没错，你的腿骨断了。让我们把断裂的骨头们拼回去。很痛吗？请坚持住。完成了。为了让骨头愈合，我会用石膏来固定你的腿。绕圈圈，包裹绷带。完成了。最后，我帮你挑了一些拐杖。你喜欢什么颜色？蓝色，我想要一个漂亮的蓝色，就像我的花纹一样。蓝色最适合我了。暴龙的嘟噜噜嘟噜腿断了，嘟噜噜嘟噜正在愈合，嘟噜噜嘟噜治疗完成。
谢谢你，你真的是最棒的啊！谢谢你。我很高兴大家的治疗都顺利完成了，祝大家一路平安。太感谢你了。朋友们，今天跟你们一起治疗病人真是太开心了，下次再见咯，拜拜。哦，好难受，嘿，海一，我想便便但是大不出来。别担心，碰碰虎，我会教你怎么好好便便。要好好便便，你需要吃所有蔬菜和水果，可以做到吗？可以，可以，可以。你可以排出彩虹便便，准备好了吗？好了，开始吧。红色、橘色、黄色、绿色、蓝色、紫色。OK， 开动啦！红色的番茄。红色的苹果，橘色的胡萝卜，橘色的橘子。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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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们需要更多颜色来排出彩虹便便，你们知道是哪些颜色吗？知道，知道，知道。黄色、绿色、蓝色和紫色。啊哈，开动啦！黄色的香蕉，黄色的黄椒，绿色的黄瓜，绿色的花椰菜。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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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啦。我们需要更多颜色来排出彩虹便便，你们知道是哪些颜色吗？知道，知道，知道。蓝色和紫色。啊哈，开动啦！蓝色的李子，蓝色的蓝莓，紫色的葡萄，紫色的茄子。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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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早安，早安，对妈妈说早安，早安，早安说早安，对爸爸说早安，早安，早安说早安。早上起来说你好，你好，你好，说你好，然后说句早安，早安，早安说早安，早安，早安。
天亮了，早安早安说早安，早安早安起床了，早安早安。你好鲨鱼宝宝，早安。你好小海龟，早安。玩具要回家咯，玩具都放整齐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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敲敲收整齐，盒子摆整齐，水桶放整齐，做得很好。玩具都放整齐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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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脚锥收整齐，板子摆整齐，球拍放整齐，大家都表现得很好。玩具都放整齐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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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玩具都放整齐。粘土摆整齐，拼图收整齐，蜡笔放整齐，做得很好。玩具都放整齐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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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杯子放整齐，积木收整齐，书本摆整齐，大家都表现得很好。玩具都放整齐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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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通通干净啦。嗨朋友们，这里是鲨鱼宝宝医院，如果你生病了，我们会让你恢复健康。今天会有谁来医院呢？嗯，哦，我想有一些生病的朋友来了。哦不，大家看起来都病得好严重，我们快点来治疗他们吧，大家跟着我来。
第一位病人，鲨鱼妈妈，请进。你哪里受伤了？请告诉我。我的手被热水烫伤了。哎呀，好烫！他的鳍变得更肿了，护士准备进行治疗。朋友们，让我们一起帮助鲨鱼妈妈，让她变好一点吧。鲨鱼妈妈，你感觉很痛吗？我们要帮你治疗，让你变好一点。首先，让我们用流动的水冷却一下。哦，这里有两个莲蓬头，我们应该用哪一个呢？第一个，第二个。好吧，我们试试第二个。啊，为什么水没有流出来呢？哎呀，吓死我了！这是一条可怕的蛇。对不起，鲨鱼妈妈，这一次我会正确的为你治疗。太好了，鲨鱼妈妈的鳍停止肿胀了。现在让我们在水泡上涂一点药膏。啊哦哦哦哦不，很痛吗？再忍耐一下。水泡缩小了，最后让我们用纱布包扎伤口，这样才不会变得更糟。朋友们，你们喜欢哪一个颜色呢？橘色。好的。完成。鲨鱼妈妈，你真是勇敢，这样伤口就不会再痛了。鲨鱼妈妈，嘟嘟嘟嘟嘟，不会再嘟嘟嘟嘟嘟疼痛了，嘟嘟嘟嘟嘟，治疗完成。医生、护士和朋友们，非常感谢你们。我很高兴你现在好多了，以后使用热水要小心哦，不要再受伤了。第二位病人，胖胖虎，请进。你哪里受伤了？请告诉我。我不小心被玩具绊倒了。看起来你的膝盖受伤了。哎呦哎呦，好刺痛，好痛啊！朋友们，让我们快点帮胖胖虎治疗。这样伤口才不会变得更糟。坚持一下，胖胖虎，我会帮助你快点变好一些。朋友们，让我们先清理伤口周围的脏污。啊，好痛！都擦干净了，真是太棒了。让我们涂上药膏。伤口几乎好了。最后我们来贴上一个好看的 OK 绷吧。胖胖虎，你想要哪一个 OK 绷呢？我想要恐龙图案的。哇，胖胖虎的伤口已经好了。胖胖虎，嘟嘟嘟嘟嘟，现在你嘟嘟嘟嘟嘟都好了，嘟嘟嘟嘟嘟，治疗完成。谢谢朋友们，现在我可以去玩了。
我们很高兴泡泡狐变好一些了。第三位病人，鲨鱼爸爸，请进。你哪里受伤了？请告诉我。咳嗽咳嗽流鼻涕，我感冒了。好冷哦。我觉得你感冒得很严重。发抖发抖，太冷了。啊啾！朋友们，我们赶快开始治疗，让鲨鱼爸爸感觉好一些吧。让我们先用温度计检查它的体温。哦不，你发高烧了！让我们快点降低鲨鱼爸爸的体温。应该先清理一下黄色的鼻涕呢。又黏又滑的鼻涕怪，让我们快点消灭这些鼻涕怪。哇，所有的鼻涕怪都消失了，护士你真厉害。鲨鱼爸爸，你没事吧？朋友们，让我们来治疗鲨鱼爸爸肿胀的脖子。哦不，有一些坏病毒，让我们用药水来打败这些坏病毒。呜呼，病毒都消失了。最后，你需要打一针，治疗就完成了。护士，请准备打针。等一下，我觉得我好多了。别担心，鲨鱼爸爸，我们的护士会确保打针不会痛的，只是一点点刺刺，一点点哦。哇哦，你都完成了。一点都不痛哎。鲨鱼爸爸，嘟嘟嘟嘟嘟，你现在嘟嘟嘟嘟嘟非常健康，嘟嘟嘟嘟嘟，治疗完成。我想我的感冒好了，因为我感觉好多了。哦，我很高兴大家都好了。哦，谢谢医生和护士。朋友们，非常感谢你们今天和我一起治疗生病的朋友们，下次我们再一起帮助他们变好吧，拜拜。嘿呦
晚安珊瑚还有小鱼。夜晚来临，天黑了，要去睡觉啦。晚安妈妈。晚安甜心。晚安爸爸。爱你哟宝贝。晚安汽车，晚安火车，晚安小兔还有小狗。夜晚来临，天黑了，要去睡觉啦。晚安奶奶，做个好梦小天使。晚安爷爷，睡个好觉小乖乖。夜晚来临，天黑了，宝贝睡觉啦。咚咚咚咚，喉咙痒喉咙痒，鼻涕发高烧，流感病毒，哈哈哈哈。不行，要打倒病毒。勤洗小手搓啊搓，杀死病毒。刷刷牙齿上和下，杀死病毒。肉鱼和蔬菜，不挑食都要吃，好吃好吃。预防针要打，一年一次。预防针快来吧，肚子哎呦哎呦要小便啦，坐上小马桶嘘嘘嘘，小便在马桶里啦啦啦啦啦啦啦。再见啦小马桶，小便是再见。小马桶呀小马桶呀小马桶呀，想小便时我就坐上小马桶呀，再洗洗手。哎，快来吧！肚子咕噜咕噜要大便啦，坐上小马桶，噗噗噗，大便在马桶里，啦啦啦啦啦啦啦。再见啦，小马桶，大便是再见。小马桶呀，小马桶呀，小马桶呀，想大便时我就坐上小马桶呀，小马桶呀，小马桶呀，小马桶呀。想上厕所我就坐上小马桶呀，再洗洗手。耶，我学会啦。左左右右，停停，公交公交公交，上车时要注意，注意脚下要扶好，不推也不挤，系好系好系好你的安全带，手和头部伸出窗，这样才安全。安全安全，注意脚下要扶好，系好安全带，手和头部伸出窗，这样才安全。安全常识一定一定要牢记，出门要小心，系扶全靠台。左左右右，停停，马路马路马路，过马路看斑
斑马线，左边右边右边左边，仔细看，一定要当心路上的车，左边右边看好了，可以过马路了，安全安全。记这些安全常识。老哥哥，我怎么回事？快来洗澡吧！淋湿你的身体，淋湿你的头发。忘了把脸洗干净，洗澡洗澡真好玩。讨厌，雾霾真讨厌。小小雾霾到处飞，飞进了我的鼻子。嘿、hey! ，小小雾霾到处飞，飞进了我的嘴巴。小雾霾，小雾霾，快快快走开！走远点，走远点，看我的好办法！少出门，待在家。出门时戴口罩，洗洗小手，洗洗脚，认真洗，喝水身体好，蔬果有营养。雾霾，雾霾，快走开！不！汽车废气，汽车废气，污染空气。哈！烟囱废气，烟囱废气，污染空气。哈！小小雾霾到处飞，喉咙好痛又好痒。小小雾霾到处飞，哈啾哈啾打喷嚏。小雾霾，小雾霾，快快快走开！走远点，走远点，看我的好办法！少出门，待在家。出门时戴口罩，洗洗小手，洗洗脚，认真洗，喝水身体好，蔬果有营养。雾霾，雾霾，快走开！拜拜。不。等一下，啊！晚睡前先热热身，一二三四，动动头，膝盖，肩膀，二三四，游泳圈喝救生衣，全都全都准备好，救生衣要穿身上，安全安全要系好，千万别忘，大人一定在身旁，一定记得，小脚先进不慌张，千万。下水前吃得太饱，一定记得远离水深的地方。全部学会，我来啦！游泳，游泳，我来啦！哈哈，游来游去花花，游来游去，游来游去真有趣，啦啦啦啦啦！耶！大人一定在身旁，小脚先进不慌张，下水前不吃太饱，远离水深的地方。游泳安全要注意，千万千万不忘记，学会了保护自己，啦啦啦啦啦，耶！哇！咕噜噜噜噜，咕噜噜噜噜，咕噜咕噜噜噜噜，咕噜咕噜噜，我想去便便，咕噜噜，咕噜咕噜噜，便便忍不住，噗噗噗，再玩一下，再玩一下，还想玩一下，咕噜咕噜，便便忍不住。等等我，小熊。没问题。等等我，小汽车。不不，当然。喜欢的时候便便，嗯嗯嗯，便便。想便便的时候，开心去便便，便便。玩具朋友都说会等你，嗯嗯嗯。想便便的时候便便，嗯嗯嗯，便便。
嘘嘘，我想去尿尿。嘘嘘嘘嘘嘘嘘，尿尿憋不住。哦不！再玩一下，再玩一下，还想玩一下。嘘嘘嘘嘘，尿尿憋不住。等等我哦，小恐龙。好的。士兵们会等我吧？是，遵命。尿尿不要人，尿尿嘘嘘嘘嘘嘘，想尿尿的时候开心去尿尿，嘘嘘。玩具朋友都说会等你，嘘嘘嘘。尿尿不要人，尿尿嘘嘘嘘。哇，真舒服。集合，马上集合，收到收到，大家快来集合完毕，各就各位，准备现在出发，出发，齐军我们来了。我最爱生的食物 Yucky bang bang Yucky bang bang bang， 最讨厌洗手，脏脏的最好 Yucky bang bang Yucky bang bang bang。 细菌们准备占领世界喽。肚子好痛，肚子好痛，怎么痛，好难受，发高烧了，现在就要上厕所，怎么会这样，会这样。哦不，你们食物中毒了。吃饭前小手洗一洗，搓一搓洗干净，煮饭时食物煮一煮，一定都要煮熟。不好，发生了什么事？细菌泡泡别想逃跑， Yucky bang bang Yucky bang bang bang，全部冲走，洗洗干净，我还会回来的。安全第一，啊哈啊哈啊哈，不管在哪，啊哈啊哈啊哈，一定记得，啊哈啊哈啊哈，安全第一，小心一点。要记住，要记住，左手扶梯要注意，站在安全线里面，扶好扶手不乱动，脱鞋鞋带小心不要被夹住，不不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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不要奔跑，不不，耶耶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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到了慢慢下来，真棒。要记住，要记住，坐电梯时要注意，楼层按键只按一次，千万不要上下跳，门开了要小心，小心夹到手指，哎呀，不不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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不要靠着，不不，耶耶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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电梯坏了要按警铃，大家没事吧？要记住，要记住，购物车里要注意，好好坐在车里面，不要左右乱晃动，小心小心，手要抓好扶手，不不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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不要站立，不不，耶耶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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大人抱你下来才安全。录音录音录音，我们去录音，录音录音录音，安全第一。正在搭帐篷时别靠近，有绳子和钉子要小心，千万别玩火哦，危险，烫伤了痛痛痛，千万小心，不能玩火，做草地前要先铺好垫子，小虫子来了喷杀虫剂，漂亮的野生的水果和蘑菇不能碰，小心可能有毒，千万不要吃。小溪边千万不能跳水，不不，东西不见跟大人说，请帮我捞上来。突然下大雨时找地方躲，耐心等放晴后再出去。录音录音录音，我们去录音，录音录音录音，安全第一，耶！我妈妈在哪里？别担心，我们来帮你。爸爸妈妈不见了，该怎么办？一，待在原地别动，不乱跑。二，想想什么名字，打电话给谁？三，大声喊，请帮帮我。想想你的名字叫什么？想想爸爸妈妈的名字，想想爸爸妈妈电话号码，想我的
了吧？我来帮你找妈妈吧。不行，陌生的人有危险，离人一点有危险，见过的人也不能跟着他走，警察叔叔能够帮助你，走上前去请他帮忙。电话号码，出门要和爸爸妈妈手牵手，不要到处跑，不能四处跑，陌生人千万要躲开。